猫咪他们不都用唢呐打吗之类的？没有，他们用岔牛啦，想起来了，他们用岔牛，想起来，对啦 ，Uli， 可是我不是 Uli， 那要编什么？要编什么？塔里克吧，塔里克吧，塔里克。终于找到问题了，我不是塔里克，我不是 Uli。我看他们虐爆哎、欸，超级虐的。谁是猫咪？是牛啊！他们 AD 是谁？猫咪。蔡雅，蔡雅，蔡雅的确可以打。选了，选了，没错。首选吗？叶叶，你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选了吗？猫咪是配什么？哎、欸，聊天室说小叶选猫咪等输。完蛋，那要选什么？没有，你就选啦，相信他一次。没事啊，练习而已啊。合理，所以来，他们这次是哪路、啊？我爱场路西恩，谢谢。他们会玩吗？我爱场路西恩，路西恩吗？嗯，好，路西恩配猫强，路西恩，路西恩。啊，我们打上啊！选 GP 跟你打。哇操！他是三宝把我当狗虐，这场看不起我是不是？受不了了，去杀三路了，受不了了，杀三路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！打遍全外国选手的蓝宝，没错，每个想要赞助的都被打爆了，真的，他们都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没有跟我讲说那个比赛重要到哪里啊。我们这把是三路优的线，三路优就看打野了。这把就不能怪 BP 了吧？这把 BP 完美。反正再选上一把那种狗屎这样，然后再来追我，我他妈已经受不了。没有人追你了，只是你刚刚那个操作真的是要改进。白痴，那这家玩会玩的韩国家玩都直接闪。要是 Mountain 的都杀了。哇，你很掉，你很掉哦，我很喜欢。这么尖锐的吗？哇！没有，是对他们说的啦。要是盲克，要拉线还是要那个？拉吧，拉吧。算了，应该拉不了的。哇！我这欧洲人一看就偷到钱袋。留下，留个炸，留个炸。对，要打吗？打吧，我们下路是推的哦。OK， 我露头了，露头。哎呀，他没蹲点，他没蹲点。我没牌。哎，不得了。Nice， 闪现庆祝一下，没勾了对不对？嗯，没勾。在问 BB 呢？嗯，什么？好像你知道他没勾一样。那不就 BB 吗？我的包我都可以干一下。没有啊，刚刚确实呢，嗯。咻。你卡不攻？没有卡哦。我那边也是，就是一定要直接飞完。哦，被拉了，看有人嘞。嗯，雷克炸。他还有给他一个尊重。嗯这么尊重啊？抱歉，太尊重了。嗯，他下路这样没人登机啊。我等一下上班要先说好，我等一下。不是，我刚画面有点，画面有点那个，我刚画面有点那个。有人头要说，没事，因为啥可以讲。下路他们蛮怕的，他们很残欸。我看到雷克稍微走才能继续啊，我赢他20刀。没有，阿红也可以打，你知道吗？至少可以啊。我知道。下路名蛮多的，正在等我的闪现。你命偷我大，不是赛斯偷我大了。好，他往上半靠。好，我往后走。那我就不要打他们下半。好，你们去吧，我家有点炸，我先跑了。哎、欸，他说这样治疗，哎，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好 ，Q 他。嗯。棒。我这里他这边，他看起来，我觉得好像在下半部哦，这些动作很奇怪。什么？要是我哎、欸，他，我看他，他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哎，我知道。怪怪的哦，没有，他好像在这里下眼。那个塞勒斯有多大啊？棒！哎、欸，感觉比赛的跟 solo Q 的猫真的差很多哎、欸。怎么样？对，超智障啦、啊！快点，有差吗？就好了，我去补妆。有差吗？哎、欸，塞勒斯不见了，他大绝在30秒就没血。嗯，下路没血，下路都没血了。回家了。塞勒斯应该也回了吧？我不确定。塞勒斯有大，塞勒斯有大，我知道。好的。
要不要夹河道？我有什么？这边开呀，这边开呀，这边开呀！我有很多招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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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会有大哦，不用大，不用大，nice 哦。耶！我 Q 五秒。哎，那个上路小心，上路小心，瞬息不见，完蛋。孙远希在你们右边哦，这波可以往下做事吗？你们推完了？可以。那个三是没带，他们没兵，我清完了。OK。但上路是不是还有 TP？ 没了。完了。刚我没带，刚我没带。不是，我还在那。我带 TP 过来，我带 TP 过来，我带 TP 过来。好啊。我刚刚差点跟你回。怎么说？你等我一下。他有大的时候。TP 等我一下。没错，因为 TP 大觉得有点猛。你上车了吗？啊！我买错了，上车了。买错了。我知道。买错装了。然后怎么？还要把你拉来。我买到这个烂东西。我推一波。你知道买啥？我要买那个圣杯啊。我大十秒。两边上路传送是十秒。嗯哼。AD 想辅助想回哦。我等下吃完双。现在是会靠上吗？不会。好。那小兵。他好像想打下哎，这个瑟薇西这个动作，哇！等下打下，我们人都会在啊。立命大局到多久？多久？这波，哎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他劈闪了，上路这一半。啊？他交闪了 ，AD 交闪。下路这波可以拿他，下路这波可以拿他。我来。两个都闪，两个都闪。拿龙也可以，吃龙也可以。那我进来了。而且我觉得这个。那个 Wings 应该在后面，蛮明显的。对对对，来了。哦，很懂哎，老队友。抓到他的位置，不是啊，他从头到尾都在下路啊。不知道，那这个玩法就变成买错装了，我要再重买一件。杜先现在出魔剑，这么牛逼。装有可能会赢个船哦。我觉得魔剑很强。好，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啊，抱歉，让你上一下车。应该在这里。他拿起来，匿名就看掉我。如果他要打野的话，就哎，我看，抱歉，他们往冲中了。哇，这个转中，没事，你们爱转中啊，中路要掉了，没有，那你又来保我吧，他们可能都在中哦，应该不用你保，嗯，他们靠中了，我大绝，我推下，右边有人了，右边小心，那个闪，雷克萨没闪的，嗯，雷克萨上看到。我们要往哪边做视野？往下半步吧。中下吧。等一下，这波小心，这波小心。你吃。下半步。这波准备打龙，准备打龙。好，一分钟龙。刚普不会有船。马盾，原来这里那么快啊！他是满盾啊。我 Q 有了。50秒龙。我想打野，你们自己位置小心哦。我知道。我上周边吃完就来。他偷谁打？上线哦。我可以一直骗他盾诶，他会一直打。这波来逼中。他如果没盾，有机会我可以看。好，我先骗他盾，我被看到了，被看到。他没有开盾了。他没开。刚刚我好像直接靠中了，我上来先带落船。他没盾哦。他没血。他没血 ，AD 没血 ，AD 没血。刚刚我这边哦。没事，不会被炸。赛勒斯有理心大。好。AD 有传送吗？我什么招都有，我什么招。他应该有传，他有传。他应该贪这个炮车。啊，知道。哎，没知道。刚普不见了，好，他们都在右边哦。刚普在中，打起来！我传现在眼。哎，看，你看，人闪，没闪，那个谁没闪 ？Nice， 拉呀，没打。可以，我很杀。看一下。继续，还有这个。可以八龙吗？四秒八龙。看。哦。nice 哦，我上那个，感觉地面不用来，我们吃就好了。你可以推吗？那个雷克萨，我帮你们炸吧。好，雷克萨没闪。哎呀，我刀没。他们怎么雷克萨想杀你？我知道。前脚对了，整个都舒服起来了。真的，刀好强啊！选那个狗东西啊，我操！二号 buff 有这个强吗？我TP啊。不要好了，有点调皮。别担。下好，我能一个几下。别担，我有虚弱，哎，那个萨斯剩一半。我知道，没事，慢慢压。这一期没闪了。开秀。都在中。你们谁先冲？张飞。肖人 A。他们全残哦。我就一开始直接走出来 A， 没事，那个萨斯这边。我虚弱。
这好像有一根眼，他每根有一根眼，嗯，他打你也蛮痛的。我打他也很痛。上蓝线去哪了？回家了。回家了，他们刚状态不好。右边有中路，中塔拿掉，中塔拿掉。中塔拿掉，中塔。中路三个。秀在哪？秀在哪？我在看，我在看，你可以往我这边躲。加油！我有虚弱，我有虚弱。没事没事，中路可以转上吗？这波可以转上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 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那时候，可以转上，可以转上，可以转上。留三个还能杀，我被他一下。没有啊，你们不要打，你们打，上路在哪？上路在哪？没事没事，他们中野死，他们也死，他们也死。好，他们应该爆啊！这边注意，你们在这里。小伟在，小伟在。嗯，我怎么下不来？这两下有点上去。我有，哎，我没虚弱了。可以狙狙吗？还是要算兵营？感觉算兵营怎么样？点个塔。中路没线呢。 我看完，我看完，看完。哦，你很硬哦。蛮硬的。开哪个火龙怎么样？啊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你要哪吗？我可以点。可以。哦，飞鹰九，飞鹰九，飞鹰九。先拿完，先拿完。他满级了，他满级了。那那。阿姨吗？直接投啊！投降吧，投降吧，不然没有那个瑞斯。对啊，对面不是。回去我们家。他们这个玩法真的很酷哎。 原来是选角的问题吗？哎，你的操，你的输出额跟我一样啊！我输出都是很可怜的。反正我就不是场上帮你那个闪现就我，我就不敢压。猫咪又7000多，猫咪真的很怪。猫咪7000多，对面。啊？没有，对面打起来，对面他敢打前面。啊，猫咪是打得了吗？猫咪要放出来打看看。不要，拜托不要，拜托不要。